诸位请合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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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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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观想一下啊，这个罪火烧生三生三生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好，各位同修啊，我们各位楞严道友，今天呢是27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在上一讲的时候呢，主要的主题是关注到以富卢那提出来的问题为核心，讲到一个顿悟啊。在讲到顿悟的时候呢，就围绕着一念无明是怎么生起来的因。溃过它，当下无明生起来，本来就没有生，而是假象。溃到假象，就见识真性，啊。那么又引入阿难的一个疑问，开始引入什么？要渐修了，要开始一门深入。一直从上节的结尾到今天的课程，都是围绕着这个一门深入的开始要事上要修，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们就是从见解和行持上同时并进。在佛门下面有一句话啊，佛门有一句话，那会儿开悟的祖师说，说自从师的曹溪路，曹溪知道啊，是六祖大师嘛，当时就在曹溪，曹溪水就等于说禅宗的法门里面。所以说自从师的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啊，生死也是妄想啊。那么我记得那会儿刚刚读本科佛学院的时候呢，在放了寒假暑假都会出去参学啊。有一次去参学的也是在云门寺去拜见一个比较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兄，他也是我们佛学院的前辈啊，还是教英语的啊，他英语非常流利，是大学里面教英语啊。后来就是因为看了净空法师的这个讲经以后，又去亲近佛缘老和尚，就毅然出家了啊。那么他那边坐在那儿呢，就我们都是后辈嘛，默学嘛啊，都是默学，还坐在那儿，当时真的跟佛缘老和尚说，说特会装啊，非常虔诚啊，正经八百的先三拜顶礼啊师兄，然后又让座倒茶，然后就想把自己一肚子满脑子的这种虔诚心啊，想要了生死的这种，想得到前辈的赏识赞叹，觉得这是一个好青年的僧人啊，就是我是有信仰的，还想了生死，然后就滔滔不绝的说了半天，还站在了旁边我们一个师兄说，哎呀，我说师兄你看，原来我这个信仰你是盲目性，从道理上学的多，自从师兄叫我说啊，我才知道我也能往生，我也能了生死，哎呀，就这么不断的真诚的去表白啊。结果你知道人家说了一句什么呢？说这个祸害，说把我师兄给说了一句，说本来好好的，他还把生死又加在你身上啊。你看那会儿表达说我要了生死，但是人家说了说他把生死给你了，又多了一层。学了念经就是这么学的，上一节开始讲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悟到我们说要了生死，了生死
那就一定有一个生死要去求涅槃。一切的烦恼、菩提、生死、涅槃，跟善恶、地狱、恶鬼的分别是一模一样，都是道上的障碍啊。所以你们有时候就是要悟一下，人家常说的空空如也，本来面目，这些东西你先到不了那儿，悟不到啊。如果你先到了那儿，自然而然就相应啊。包括我们大家来听经闻法学佛啊，说是要增长智慧，消除业障，一定要了生脱死，要往生极乐。那么我们有时候也得到了高处的时候回头反观一下，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一种我们心所生出来的感觉呢？你们有没有感觉每时每刻我们都深深地陷入到这种自我的感觉中？比如说我要修行，我就觉得要当个好修行人一定需要这种感觉啊。我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就始终一定要每天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虔诚信心具足，一定要这种感觉伴随我，一旦没有感觉就不行了。那大家想想，我们每时每刻的这种感觉，它有真实的价值和意义吗？你要是从根本上剥离这个东西，所有的24小时这种感觉，好的坏的，喜怒的，哀乐的，悲欢的，离合的，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好像追求的一切的追求都是一种感觉。要在这个微细的层面进行抉择，为什么我一定要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第一个祸害。每天我们都需要一种感觉，这就是生死啊。那么如果从悟道上来讲，我们的凡夫呢，不是没有觉，叫有感之觉啊，先感了再觉，这个觉还是在的，因为你每天你自我认知跟别人交往都得有灵动的这个性在。可是悟后的话，我这么一说啊，大家这是我自己瞎琢磨，听别人的聊天呢，这个心里升起的悟后境界，可能是一种先觉后感啊，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一巴掌摸死了，对吧？但是一定是伴随这种无上觉悟，如如不动，朗朗明照这种，然后在这个生活中还是继续过。那我们讲一下空空如也，你说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在这个人世间，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地球宇宙中，你说我啊，就不断的锁定过我怎么来的，你就想不明白哪有啊。所以说大家从这些微细上听着要消融自行。你说我们常听这对联说了知生死不相干，如果你的心不在那个道上的话，那一听这些对联都觉得很高妙，是佛门广大博大精深，但是跟自己好像不相干。问题是我们听了这些理就要往自己身上去融啊。所以说前面的富隆达动物的一个绝妙的比喻就是这个眼若达多照镜子，觉得头没了，然后就发狂啊，无缘无故的发狂，就是我们所有的感觉啊。大家仔细的在这上面琢磨啊。今天此处开始呢，就要讲到这个渐修了啊。渐修呢，因为后面讲到佛说什么，每一尊佛从开始起步修行呢，18戒。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眼身耳鼻舌身意，所有这个它任何一法都能够入，都能够用，而且用一法的时候呢，其他的法，比如说用眼根，或者是用舌根，或者用触身体触的这个境界上去反观，那么其他的反观都能一并带起来，就是它的这个连带这个面是非常广的修的。所以说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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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现在根基不行了，所以这里才佛你看欲给我们欲受记说，到了末法时期只能够一门深入啊。今天就最后的落脚点就要讲到一门啊，从这个眼耳鼻舌身六根门头，你只能选择一门咬死，然后其他的门是紧紧的跟随，但是你在修的过程中只能锁定这窄的路子，走到尽头了豁然开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今天的主角又是继
依然这个继承上一次阿难，这不是我把他的处落了以后嘛，说你那么有本事天天跟我说心说性，那怎么摩登情侣现前头你就没办法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又给他开示了半天，那么这里阿难呢又有点领悟了，开始赞叹世宗李谢了。好，我们来从这一段开始读啊。阿难基督大众闻佛智慧，找到这一条，在多少页？257是吗？好，一起来。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智慧，疑惑消除，心悟实相，身意清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足，惭愧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诸沉迷，出于苦海。世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谈与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言妙觉王刹，如来不得多闻无功，不待修习，我今犹如礼佛之人，忽闻天王赐予华屋，虽卧大宅，要迎门入，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再会诸门汉者，天舍小乘，必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度，另有学者从何设伏，投袭攀援，得陀罗尼入国之见，作事予以，五体投地，再会一心，入国辞职。好，就到这里。你看这里第一段啊，还是以阿难为领众当机。那么听了佛陀的这个教诲开始以后呢，然后呢，这个粗疑细惑，就是粗重的疑情和微细的迷惑都一起消除了，也是心开悟解，又悟到这个诸法实相之理。所以一路走来，这部经典啊，其实最昨天我在五台山啊，还跟我的师兄说起，我的师兄原来也是云门寺的，他天天以前在闭关就是抄这个楞严经啊，但是他可能缘分，因为在山里面我们剧毒点，可能给好像是山西的同修们讲过一次啊，就说到，就是讲到这个楞严经啊，他说你看一路走过来，其实最精彩的就是前三卷半啊，而且最绕口的也是前三卷半。那么一路走来，你看阿难不断说，又好像进了一步，又开了一点，这就是禅文里也讲说，小悟有多少次，大悟有多少次，他是一次一次，有是一顿顿悟到群到这个极处，有是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强啊。所以这里阿难又到心悟实相的生意清安，得未曾有啊，每一次得未曾有，就是又到原来所不到之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再度的这个悲泪顶礼佛足，然后还是在那长跪合掌而告佛曰啊，这里说的而白佛曰啊，说到这个无上啊大悲清净的法王嘛，你看佛是这个清净宝王啊，宝王其实就是说这个宝锁之王，因为我们一般都把佛的常景光图叫做宝锁啊，在路途中呢所歇的地方叫做化城啊，就是你修行累了给你歇一下，最终的目标叫做宝锁，宝锁之王就是宝锁的法王，于法自在啊。那么你看这里讲到的最善于开启我的智慧啊，能够以前面的这些种种的因缘啊，施设方便提携又讲啊，又这个引导我和在座的一切啊，沉沦在暗里中的众生出于生死苦海啊，这是先赞叹一番。那么下面呢要开始进一步开始启法了啊。你看说世尊，我现在虽然成佛如来这样的这种开示啊，已经悟到这个如来藏的妙明觉心了，
而且知道他是，你看周遍十方法界，含喻化佛如来。啊，这里讲到了含喻如来十方国土，就等于说这个里边包含着诸佛所化的十方国土、化土、化身，都在其中，都在这个妙觉明心中十方世界。啊，那么既然是这样，还说到我，你看他自己则说我说这个多闻无功，不敢修习。说佛，你说的也对，啊，我也是多闻第一。啊，这个修学的这个没到顶啊，不及这个其他的人。那么我现在就像一个啊在旅途中漂泊的人一样，他也对世尊表白了。但是突然间世尊给我讲这个法，就跟一个穷惯了流浪的人突然间天主啊天王给他赐给一座非常华丽无比的大宫殿啊的屋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有了这个大屋子，我也看到他的庄严妙相，但是我要用门入呀，我没有这个门进去怎么办呢？啊，你看他对佛倾诉的也对，好像我们也是一直听听听，哎呀，讲起来玄乎虚的，有的时候过瘾，有的时候发喜。那么现在一旦落实到每天人人都要过日子，你们怎么用手楞严，怎么起如来密应之修呢？这得有个门呀。咱们有时候听法也是嘛，啊，说谈玄说妙了半天，但是我不会用的，怎么用呢？这也是阿难的心声，啊，所以这里就说唯愿如来，啊，这个不舍大悲，啊，为什么这里说唯愿如来呢？唯愿，唯就是说唯一的，其他人这块都眼里没有，只有佛一个能替我答疑解惑，啊，所以说唯愿如来，因为。没有这个关门误入这个涅槃呢，他就没有入头修啊。如果佛没有大悲接引，他这个案呢就没办法明。所以这里讲到唯愿如来，不舍大悲啊，这个开示我这个和所有在会里面的这些迷昧的大众们啊，都能够舍弃小乘的局限，必获如来无余涅槃的根本发心之路。你看，啊，这里这一段话就是说，希望佛给他讲，大家都明白了，现前的局限性已经明了了，那么都想回心向大，但是想要获得这个无余涅槃，那么你现在还没到，想到那个涅槃，没到涅槃，我当下的第一步应该怎么迈，叫做本发心路，啊，那么令有学者从何设伏筹集攀援，得陀罗尼入佛之见。有学，上次也给大家提过，就是还没有到阿罗汉果的，其中从预留到阿罗汉中间的这些都称之为有学，啊，因为这里无学者呢已经断掉见惑，那么只要他回心向大就可以了。这些有学者的话，他们的攀缘心啊正在持胜，所以这里才问说从何摄佛？啊，什么叫做摄呢？收摄呀，什么叫做福呢？制服嘛。那大家常也心说，我们啊，应如何降服自己的心呢？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起的不让他起，贪嗔之念；没的这个已经起的让他灭，就这么个路，就这么个门。啊，你平时你把心调的怎么样？有没有在这上面？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本事，那么就攀缘正摄。啊，这里的攀缘就是不息呀，啊，没办法停息，啊，所以说了这么一大番话以后呢，啊，这个得陀罗尼就是指的这个大总持的佛入佛之见，啊，大总持法门，还是请佛啊转法轮五体投地的顶礼如来，啊，而且与会的大众呢也是一心专制的来敬候佛陀的慈悲教示。啊，都是你看这里讲，坐视于五体投地，再会一心，诸佛慈旨，啊，这就是要从这一段开始，就要开示世修的操作方法，啊，但是呢，我们再往后面开始，就是这个如来教示一门深入，啊，两种决定之意，啊，讲了两个板块，但是呢，后面的经文跟大家讲了有些生和应，
为什么？就是讲着讲着，本来讲说你教我怎么用功呢，可是又开始好像貌似有点突兀，就开始讲什么叫做五浊。那么它的原理是想要清这个浊啊，所以就后面经文呢，先给大家交代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理论和这个心性，就是自己的身心。当我们后面这一段经文读起来呢，它理论性非常强。啊，读的是有时候你就觉得硬都咬不动，但是呢也不要急，为什么呢？虽然理论性强呢，我们要把这个理，要把它进行一个软化的用到自己的身心中，然后，可是你光这个用到身心中，自己一顾呢再没有理框正也不行，所以就是要善于用理入自己的身心，还要在身心的修正过程中不断用理来印证。不要把它给僵化，希望大家在消文会议的时候呢，能够往这里会，不要被这个决策怎么突然间又说着说着就讲到这儿，就一个大跨越，自己就好像又心里马上就提验性升起来，就不想听了啊。先大家一起来读啊，一直读到亦复如是啊，明知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啊！一起来。尔时世尊开悯慧多圆觉声闻与菩提心未自在者，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一卷，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云何初心二义决定？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尘入佛之界，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中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则汝身中天下为地，润湿为水，暖处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禅分汝善缘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事入中五蝶浑浊，云何为浊？阿难，一如清水清洁本然，既以尘土积沙之轮，本质流汗，二体乏而性不相寻，有世间人举以土尘，口以净水，土湿流汗，水王清洁，容貌朴然，明知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就到这里。这里呢，你看讲到尔时世尊，就是此时此刻，世尊已经明哀悯这个会中的声闻缘觉没有辅助攀缘性的弟子们，这里讲到，那么还有是与无上菩提心未得自在者，以及当来佛灭度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当来佛灭度后始终。关注我们此时此刻的佛，此时此刻的佛在他的时空法界，此时此刻的我们在我们的时空法界，当时他讲楞严经的时候就不是在我们法界，所以还记得我们当时讲经题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沧海桑田人来人往的，我讲经题的时候在这坐的有在听吗？应该也不知道，讲经题的时候为什么说现前得法会加持，就是这个意思。他始终照顾我们，你看，即为将来佛灭度后，末法时期众生，
有发菩提心的，这是一个检测根器，就是发了菩提心的，开眼无上，圆成妙修行有道。啊，如果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那么开了，虽然佛在那开示，你接不着。啊，此菩提心有多重要啊！这里讲到说，攀缘为福者。啊，那么攀缘嘛，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前面只有讲啊，就是见思二惑，以这个前六识为起啊。其实从这里讲到的这个攀缘，我在前面的一段话中啊，这里要对照这个后面还有这个这个二决定义上面啊，有这个发菩提心者，发菩提心无上修行妙路，就是说要吸这个攀缘心。但是这里的攀缘心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已经啊是就见惑见解上的烦恼已经差不多了。这里讲的是这个思惑啊，见思烦恼里面的以思惑为主，因为思惑呢是认定无始以来就本能的相伴随的啊，所以这里的这个攀缘啊未腐的，应该指的是思想，就是思惑啊，因为里边大部分是有学的啊。那么就由于这个思惑，所以这里才说未得自在者。你看，与菩提心未得自在，它是因果关系啊，因为攀缘，所以不得自在啊。那么这个未得自在呢，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这个在场大众呢，因为听佛讲法讲了半天了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修无上的菩提的这个目密因。啊，就是如来密因这个因地心，悟是已经悟了，但是呢，没有得到修嘛，悟已经悟了，不得修而入，所以呢，这里故说心不自在，就是没有正悟，只能悟入，还没有正悟，而且怎么去正，这个门还没有开，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与菩提心未得自在，啊，这是其一。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大众呢，已经对这个菩提这个因心呢。啊，已经都悟了，也各自知了啊，也这个听到佛说了这个如来藏啊，含遍十方国土啊。虽然这个得了这个缘解了，你想我们大家在这听法这么一讲，我们在共学的时候，也是有时候觉得说，哎呀，突然间心一开了，好像有点小悟。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起真修啊，就是假如果你有门已经在起，前种不得自在中。不得门起悟，这里说如果有门你没有征修的话，上呢属于不定性。不定性大家知道吗？什么叫不定性？就是境界一出现，委员一现前，保证就退啊。这个理是这么个理，在退的过程中你还明白这个理，你还知道自己退不对，但是呢你就控制不住，就是要退，就是要退，这就叫不得自在啊。定不够，有慧定不够啊，这也是一种第二种未自在。所以这里的不得自在跟前面的攀缘未腐呢是同步的啊。这个攀缘未腐就是指的思惑上任用无始以来攀，没有把它断干净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开示的啊，设佛攀缘这个修行正路呢，而且通于佛灭度后，包括我们现在的众生。也是依着这个路这么样走啊。所以大家想想，就算一念顿悟，你悟到了，你保证不住这个。我们有时候都知道说，你要在事项上去修，为什么要去清障，去迎刃而上，去清障，去消业。要不然你一念顿悟了，你保证不住的话，你就不能够以这个正因正果，这个委员你扛不过去啊，逆境你修不出来，那就不算话，还属于不得自在啊。越逆越苦，越不愿意面对的，越能够坦然面对，最后修出来啊。所以这里也跟木桶原理一样，其实真正你的盛水的量多少，是你这个木桶里面最短的那个木桶啊。也都等于说我们修行也是，你越不想面对的，在这个刃上你修的话，才能出成果啊。所以这里才能得真自在啊。那么这里讲到，这就是后来你看后面宣示阿难及诸大众啊，汝等决定发菩提心，
啊，这就是你们既然已经决定发菩提心了，对于佛所修这个与佛如来妙三摩提也不生疲倦，就是你先到了这地步了。那么我告诉你们，发菩提心初心的时候呢，应该明白两种决定性的更值啊。这是什么事？这里讲到说云何初心二义决定，就是佛往反问说什么是初心两种义理决定要明白的呢？啊，开始反正了下面，因为下面要讲啊，这就跟这个我们说的打这个底子一样啊。你要修如来这个解脱涅槃路，那么一切的成就取决于我们，包括大家啊，每个人最初的精准的认知见地，就是你学佛地面为什么学啊？这个错了，一错后面全错，这个坐标没有踏稳，后面坐标全部合不上，扣不上，就是等于说是就像螺丝一样，帽和那个螺丝拧不住，都是磁皮啊。所以这里第一个决定力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搞明白，然后再反观思察自己的对照自己的身心是不是如此发心啊，要定这个性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说这个妙三摩提者呢，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大佛经首楞严三昧门啊，三昧常说的全修起性，全修在性啊，全修全性起修，所以称之为妙啊。那么你的修德有功了，你这个性德才性，大家能明白什么叫做修德性德？讲这么多了，这个名词概念这么一说，你能领会吗？性德就是本来具足这个佛性，修德就是你积功累德的修行。你没有积功累德的修行，你本来具足的佛性不显。你要想让这个佛性显，就必须去修这个修德，才能有这个性德啊。那么这里就是你悟到性德了，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修德就不会生疲厌，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里讲到要不生疲倦，从这个本觉开始发育始觉，所以这里叫做啊发觉初心二决定。你看，就是讲到最初起修的那个正念，你是怎么决掉什么呢？抉择定是什么呢？一定啊，你怎么抉择一定认为这个理的是绝对不会变的，千古砍定这个铁定的理，就看你初开始的发心抉择是不是正。如果你的开始发心不正，那么最后的修行一定折不到正果啊。这是这一段，后面我们再正式开始从因果线上来审观啊。大家来看啊，你看阿难第一者啊，就是告诉你阿难第一个决定是什么呢？你们如果舍声闻成，愿意修菩萨成啊，舍这个声闻愿意修菩萨，应当你看这里讲到的审观因地发心，就是地察地审观察，你因地的发心跟果地的决心是同还是异？大家听清楚了啊！我们每个人的发心跟我们所期望的，我们虽然号称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了生脱死，要得大涅槃，那么你的因地发心有没有往那靠拢？有没有不讲一致？这是第一个决定因啊！为什么呢？因为因和果永远都是直通的。啊，大家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因果悟一下，因真了，果才会真啊。如果你的因地不真，自己欺瞒自己，没有正知正见，不是以求解脱为主，那么将来果报保准钻破，好一点的转化成世间福报啊，不好一点的善因感恶果。为什么？你自以为是发了正因，其实都是恶果啊。所以大家好好思察一下，这个佛果呢，它是以不生不灭为性的。大家知道无住涅槃就不生不灭，那么我们一般以为说我从当下这种事项上起业啊，要多少功德，积累多少的这个资粮，然后最终解脱涅槃，这就永远得不到。为什么？你是沙子煮在沙子水里边，你能熬成小米粥吗？大家想想，它因果不符合，所以一旦教法里边
唯有这是讲到就是因果来统贯到底啊，你就再玄妙的法这个说义理，再深入的法门就是因果。你因记是不是以不生灭心而发无漏的这个种子，那么才能感得果上不生灭的涅槃之果的圆满后啊。你就现在问自己，这个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不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就用果地觉直接盖在因地心上，这样的发心会错吗？不会。哎，这就是因果，什么因干什么果啊。如果我们发心的修的是虚伪的恶业，那么自然就是苦果的相应啊。如果我们的发心是修人间善法、人间福报，那么你就只能要么得人中大富贵，要么升天享天福啊。如果你的发心啊，只是就是说这个想出龙门、想了生死，那么很可能出世前就是证阿罗汉，局限小乘啊。那你修发心是修世间六度万行，一定要成佛，一定要度众生，那你就是菩萨。只有这个如来密因。从初发心就是这个嵌入到涅槃的种性，不生不灭，这个因心就是不生不灭，那么将来感的果德才是不生不灭啊，唯同唯异，大家仔细看念啊，这会儿就可以用在我们身心上了。大家的发心，你是为世间求点什么，保佑点什么呢？还是彻底招财的我要出世了生脱死啊？你是想说得点少为足，做个高调的修行人，这个做个世间高人，佛门大喜这个修行者呢？还是说这些名和利都不管不顾，只想成佛，为佛是取啊？佛界以外的九法界都在生命，大家不要说登记的菩萨都有生命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要认认真真的把它统一了。这个统一不了，你的菩提路就统一不了，老是歪歪扭扭到不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因果是直通的，容不得讨价还价从中做的啊，没有当下就叫定性啊。大家发心啊，你想想这个东西，你现世间明白了，当初我们投胎的那一念就定性了，因跟果就定性。怎么定性的了？你当时投胎的时候你发心是女的，那你就只能当妈呀，当不了爸，这辈子没有机会。你发心是男的，你就只能当爸当爷爷，永远当不了妈和奶奶。这就叫因地与果地觉为同为异。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大家在高考吗？高考的时候你报什么专业，你报的美术的话，他毕业的时候不可能给你发个什么化工什么毕业证，你报的建筑他将来不可能给你发个什么烹饪专业，他因果永远就是直通啊。刚才讲煮个沙子成不了饭啊，所以说只要我们在因上这一端发心的状态起的时候呢，其实果就如影随形。大家悟这个因果呀，为什么说前因后果，真正有前因有后果有吗？一念中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因决定果，果就决定因。因果大家听过说即因即果，非因非果。即因即果是什么意思？就是因就决定果，因果是一的，因的时候就确定了果。非因非果是什么？不是说前面是因后面才是果，同时的这边的饼拿起来那边的枝这个头就显现啊，所以这里叫做不生灭因才能叫不生灭果，其实当下显现的就是不生灭心，因果就在心啊。所以大家想想现在我们一念动物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因果合一了呀。一个不生灭的心状态升起来，突然入到不生灭境，因果就合一了。那那个时候你哪有什么因有什么果呢？因果也是一个分别对待啊，所以大家仔细的悟，什么因什么果什么不生灭，这些都是说一个道理啊。
那么进一步的话，这里讲到给阿难开始讲了啊，说若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就是你如果因地发心的时候以生灭心为根本修这个因，那么你想求到佛果这个不生不灭是绝没有这个可能的啊。那我们大家再仔细的对照一下自己，我们一般修因的时候为什么，什么叫做生灭因？大家想想什么是生灭因啊？什么是生命？只要你一念有求之心升起来，就是生命啊！只要你一念有求升起来，有求有取，就是生命。你有求之心怎么能求得无求之果呢？佛果是无求的呀！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当然净土法门例外啊，那是横超法，那是当然也不在这个道理之外。为什么呢？他是以这种求到极致的这种求给转成无求的，就一心一意让你求，最后入到无求啊。所以这里我们从通途上而言，以生灭因就得到真常果呀啊。所以这里阿难说无有是处啊。进一步啊，进一步给大家说悟这个道理的话，这个进一步我们要知道，虽然是生灭和不生灭相吻合，不能以生灭因求不生灭果，可是我们还要知道不生灭的这个性全部体现就在生灭的相中啊！你把这个还要融合了，否则你虽然自以为是不生灭因，还在生命中啊！只要就好比说，你看这个虚空在气世间，清水全在浊水中一样，这个虚空你虽然造了房子把它隔开了，可是这个虚空还在房子里，房子外还是一个虚空，不是说离开房子里的虚空才有外面的虚空，离开这个浊水给倒光了，盆里的清水才显现。浊水清了，水这个浊清了，水就清啊。是要悟这个道理啊。从这个道理上来讲的话，我们再参会一下啊，莲宗十二祖彻悟禅师就讲过一段话，他说这个生性因果者必然要大明心性，心性就是不生灭的心性，就是如果你对因果生性到极致了，完全是直因直果，一念起因的时候就关照到果，不重这个生灭因偏颇因啊恶因，只有善法因出世间因无漏因，那么必然会大明心性，这是理所当然。而且大明心性的人绝不会抛弃因果，这就是大开元解的悟后的祖师们教导人的时候一定要让你说从因果入手。为什么？就是因为不生灭的性，就是这个心性全在生灭的相，在因果相啊，依照因果相入这个不生灭的性啊，这是一个道理。所以你看啊，印光祖师后来就说，世出世间所有的事都出不去因果，世俗世间所有的理都离不开心性啊，就这么讲啊，大家好好悟一下。我们再往下继续，你看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世期间可作之法皆从变应啊。这是讲到什么了啊？那么这个因果你需要相同这个义理，你需要观察明了啊。那么这里佛就打了一个比喻，好比说什么呢？你看诸气世间，就是所有的气世间外在的山河大地啊，这个物质世间，那么你仔细看看，你看他说凡可以生灭的造作之法，可作之法就是生灭的造作之法，最终呢都要归于变幻，要异灭掉，永远长久不了啊。物质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阿难，你现在你看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你观察便观察这个气世间，凡可以造作的话，能哪一样不是幻灭呢？大家也可以关照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气世间到底先生生不息，生一代又一代啊，这个地球的这样社会的发展，哪一样不是最后幻灭？没有一样不是幻灭啊。但是你看，然中不闻
烂坏虚空，从来没有听过说这个虚空会坏，虚空坏谁听过呢？何以故？虚空不是造作之法，始终不坏。啊，这是打了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这里的阿难，这个以示一故，汝当照明。这个照明就等于说你要搞清楚生灭和不生灭的因性，你发现的时候要弄清楚，千万别搞错，叫做照明啊。那么这里的气世间的可作之法呢，就比如我们的六十生灭无常是不可用的，不要依附在六十的眼耳鼻舌身见闻觉之中去修行，不能用这个层面修行，全是生灭啊。那么这个虚空呢，就比喻说六根中的根性，还记得根性吗？眼根中的这个性不变啊，耳闻的闻性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个根性，这个根性是常住的，不坏不坏不会烂啊。所以这里讲到其实就隐含说了一个什么法呢？我们修行要称性不着相，要依根不依识，这就是不生灭的因性啊，依照我们根性啊。听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你尝试过没？怎么依这个根性呢？尝试过吗？你现在在听我说啊，听我说，又我不说了，那么你听这个功能你能够守不守住？这个功能变了没有啊？从事中没有变吗？再次给大家，你会不会守着这个功能？就反观我听声音的这个功能，这个性始终在，如如不动，不停的在，念念都在，你就守着这个，守住这个就到生命上，守住这个就是不生灭性，始终如一的手，最后必然大开圆解，明心见性，就是不生灭因啊，那叫做不生灭证明了开悟啊，开悟你就始终都是不管怎么修都是不生灭修，这就叫称性起修，全修在心啊。所以你看，说到这里，这一段，可是呢，我们再往下看，开始讲到这个四大。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用这个不生灭的心呢？因心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有浊呀，啊，有这个浊乱。那么这个浊乱怎么开始的呢？啊，你看这里为什么讲这个决定义的时候，下面一段又开始讲这个五浊了啊，讲这个浊浑浊了啊，好像有点不连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前面讲的是说让你这个因心要决定。既然你这个不生灭因心要决定的话，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澄清所有的我们的浊情了，凡夫的分别这种浊水嘛，心水是浊的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浊是怎么浊的呢？它不是自己浊的，是从哪开始浊的？大家说这个浊是从哪升起来的？我们这公主分别心从哪？啊？从哪里？从六根而起的，眼耳鼻舌身嘛，眼耳鼻舌身意从六根而起，所以这里才讲到，你看开始说则汝身中啊，就是说你现在不要向外看，就锁定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从这开始反观，怎么个反观法呢？在你的身里边是四大组成的啊，这里讲到了啊，在你这个假的神中，你看啊，则汝身中坚相为地啊，就是指说你的这些啊肌肉呀筋骨呀等是为地感啊，润湿为水啊，润湿的血液呀啊唾沫呀啊，也这个身体里面所有这些液体呢为水大啊，暖处为火啊，你身体的体温呢为火大，那么动摇为风，你动摇出进出的呼吸呀流动性啊为风大，由此四大，你看是由此四大，由此四大呢交相缠结，才组成了你这个身体，这是第一个步骤啊。那么有了身体了，就会有什么呢？有根门呀，眼耳鼻舌身意，这是等于向外的一个门户一样，有六根出现，四大组成身体，身体呢就突然就感觉到有六根了啊。
那么由于这个六根的割裂彼此分别，才导致什么呢？导致什么？导致是我们本来周遍法界如如不动这个觉照的根性呢，就被分割开了，就被分割开了啊！记住，这是讲到的随根缘用，就是随根各用。什么叫做随根各用呢？后面讲到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始入终五蝶红种。随根各用，为视就是眼呀，只能够看啊，为听呢，耳只能够闻了。眼用什么看，耳用什么闻呢？问用什么？还是用我们这个如来藏妙明觉知这个灵性的这个不动这个性。但是这个性被我们四大角度自以为这个身出现了，然后六个门头又开始分别的时候，就把这个本来灵照灵觉这个一体周遍的这个性啊，给它割裂开，感觉有一种错觉，把这个根子给一样一样切开了，一大块东西切成六样。切成六样的时候，我们就一样一样认知的，慢慢就比如说眼只能看，耳只能闻了，啊，这是叫做什么呢？这里讲到的为视为听，啊，后面为觉为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为觉的，就代表了舌根啊、鼻根、舌根和身根三种。为什么这里觉就可以代表三种呢？因为有一个特色什么呢？鼻子闻味道，舌根尝这个食品和身体触外境，一定要叫做什么呢？合中之。合中之大家明白吗？眼见色呢，到鼻中之，就是眼看色的时候离开了，我就可以看得清。但是耳朵听声音也是离开了可以听得清，只有这个鼻子闻味道，鼻嗅香，舌尝味，身触境，一定要挨到一起才有感觉，所以叫做合中之。这里用觉就是这代表，一个觉就代表了鼻舌身三个根啊。后面的察者呢，举为觉为察，察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六一根啊。统共为视为听为察为觉，就等于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给说全了啊。说全了以后，也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四禅分隔我们的妙心，就好比气世间分隔虚空一样，整个虚空，可是我们建了这么多大楼大楼，画这么多的地界，还有国家的分界国度，你们国和我们国家这个分界线等等，这些就好像给把这个整个一体的东西割开了啊。这里是进行的比喻啊。那么这里的地水火风四禅四大，就比如说这个可作之法，坏灭之法，这个妙觉明心鼻子虚空呢，就是不坏之法啊。那么在这里妙觉明心的这个虚空被所有的可作之法，气世间可作之法给割裂，就等于说就是这个虚空被可作之法割裂，就等于说这个妙心被我们的四大六根割裂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四大就是这种四禅六根终究会变坏，但是这个妙觉这个明心的这个真心呢不会变坏，就好比说气世间坏虚空不坏是一样啊。但是呢，这个气世间也不在虚空之外，好比这个四大和六根也不在这个妙心之外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系列都是用比喻的。但是后面讲到的从始入终五蝶红浊是怎么浊的呢？啊，怎么在这个浊上面开始慢慢变浊呢？大家想想怎么变浊的啊？从始入终，我们第一个开始浊的是什么出现呢？大家想想我们的妙觉明心变现世间诸法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啊？首先出现的是什么？五蕴还记得吗？眼耳鼻舌身意，首先出现的是最后一个意，妄想吗？不是欲明无明，欲明这个真名的时候，妄想出现了，明眼首先出现的是意根啊。意根开始慢慢的六根的感觉，最后出现的是色法，最后变现的是色法。所以我们在破的时候，
最先破的是什么？是色法开始下手。为什么？它粗显一枝嘛。最后了之的，最后了断是什么？才从一根上下的用到。所以这里讲到的从始入终就是这个意思。最开始是这个这个时经开始从色应中，时经开始出现，从色应开始中，就成了五种红浊纯洁的不清之相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从始入中五叠红浊，意识出现，开始念念变现色法，最后越来越乱，搅成一团，你也不知道哪是先哪是后，自己下意识的活着，本能的生活，不知道这些烦恼，这么来，从始至终，啊，所以这个从始至终有三种看法，最层的最浅的意思，我们要理解就是说，从识因开始，从色因中，啊，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就是从色法上开始破呀，为什么心经里面讲到的色必空，空必色，受想行识才说亦复如是。就是色为无用之首，开始要修的时候就从色法入手，但是这个妄想变现开始是吗？是从这个识法开始，识色受想行识的识应开始变现啊。所以说变现妄的时候是这么来，那么还原真的时候是那么来，打个道啊。再一个，什么叫做从始入终呢？我们感觉到说从无始以来开始就浊乱，到现在一直还浊乱，将来到成佛的时候才不浊乱了，所以叫做从始入终。始的时候是第一念无明开始了浊乱了，一直到我们成佛的时候才停止了，到终了，这叫做从始入终啊。这是第二层理解啊。第三层理解就是讲到这个不生灭因心的理解，在这个层面什么呢？你想，无始以来，无始从哪来？没有一个无始，所以叫做假名为始。什么时候到成佛那会儿才到终点究竟了？有一个终点吗？有始有终，皆是生灭呀。所以在不生灭的因心中，怎么理解呢？假名为始，假名为终，叫做从始入终。啊，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假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念念之间无不具足五浊，这个五叠红浊之相，这叫从始入终，啊，无始无终，念念都在，啊，一层一层的理解，这样讲大家能跟得上来吗？啊，能够跟得上来就可以了，这就叫做，这段话叫做从始日中五叠红浊，讲到的为什么浊乱，就是这么浊乱。啊，那为什么要讲浊乱呢？刚开始我们讲到了，不是要讲二种决定力吗？那么你现在开始决定，就是要以生灭不生灭心为因，才能感不生灭果。那既然有不生灭因为心为因，那你一定要澄清什么东西，才能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状态。所以这里就是讲的要澄清这些东西啊，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要讲浊，就是这个原因。啊，否则就很突兀说，说我讲着讲着怎么又开始讲浊了？啊，不是讲这个二种决定义，第一义者就是果地都是以不生灭心为因果嘛，怎么又开始讲浊乱了？就是要清除了这些，才能发不生灭心啊。那么后面的再开始进行一个总的比喻啊，你看这里讲到阿难啊，云何为浊？阿难，譬如清水清净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轮，本质犹爱，二体拔而性相寻。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犹爱，水亡清洁，容貌古然，名之为浊。啊，这段话呢是一个总的来比喻这个浊相。啊，比喻什么呢？就好像这里讲到的狱中的清水呢，这个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就表我们的纯真这个妙不乱心。涅槃这个果德从来不染，没有染着过，所以这里呢以清做比喻啊。那么即彼尘土灰沙之轮，这个轮呢就是指的类别的意思啊，就是指的说这个尘呀、尘土呀、是沙呀、灰这个灰呀等等这一类，就比如说四大和六根之类，由他们来障蔽，所以比喻为什么？
本质留爱，就是由于他们给占住了，占据了我们的本来这个清净心了，一道一道给划开了，执着分别了，所以这里才叫做本质留爱啊。那么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是循就是这个顺的意思，顺着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二体就是水跟土嘛，水和土一个是清的，一个是有爱的，所以说性不相循。就比如说这个涅槃的心与四大六根等类呢，是真和妄是不一样的，本来的涅槃纯真心是真，那么四大六根呢是妄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二体法尔性不相循，不是一个东西啊。那么这里后面讲到的有世间人，就比如说阿难和在场众生，包括我们啊，取土投水啊，取彼土成，投与净水。就比如说什么执着这个妄想六根的门头，就乱了这个本来的真心啊，必将以妄为真，以真为妄，就是把真的当做假的了，妄心了，那么就一定会把假的当做真的啊，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执着这个妄想头了，就把真心给乱忘了啊，那么你一定就把这个妄想呢当做真心了，所以这里讲到的土失留爱，水亡清洁啊，就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容貌啊固然就是混乱不定的，所以才名之为浊啊。我说你这个清水呢有五重浊相，也是这个样子，后面要讲到五浊了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汝浊五重亦复如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清净本来这个心水呢是湛然无染的，但是怎么起了这五种浊相呢，就是因为这样起啊，这是总的用这个比喻来喻这个我们浊相产生时候的状态。下面就要开始讲到怎么产生的五浊呢，五浊知道吧，是什么啊，你看这里书上也有，背的也顺啊，结浊戒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但是大家下面一段下半场开始讲啊，这里讲的五浊是现前的五浊，平常我们讲的五浊通常讲比如说结浊呀，就是到人寿到了多少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结浊啦，整个这个浊乱有这个饥馑呀兵灾军呀等等这些浊结束出来的时候啊，讲到命浊的时候呢就认为说寿命短促等等这些啊，讲到烦恼的时候大家这个贪嗔痴之盛，在楞严经里面讲的五浊是现前一念清净心体中显现浊啊，所以要痛快直接的多啊。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休息十分钟，下半场回来继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